古装轻喜剧《女世子》正在热播，由姜潮、尤静茹、王安宇等人主演。剧中的五皇子一心喜欢韩十一，在得知韩十一是女子后，内心忍不住高兴。虽然在跟五皇子的相处中，韩十一也喜欢上五皇子，但是韩十一因为自己的使命不能跟五皇子在一起，因此在五皇子对韩十一表白时，韩十一直接拒绝了五皇子，但五皇子并没有放弃。后来因为朝局动荡，韩家军也被卷入其中。在边关的一场战斗中，整个韩家军全军覆灭，韩十一还意外失忆了。五皇子立马趁机恢复韩十一女子身份，并且跟韩十一在一起了。五皇子很宠溺韩十一，还拉着韩十一的手入睡。韩十一看着五皇子露出一脸的幸福。韩十一跟五皇子虽然相爱，但两人的感情还会经历虐心。